我也听到了国外的一些炒作，所以借这个机会啊，我还是想特别有几点啊，在这里再强调一下。第一呢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。那么这个领导地位呢，不是自封的，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。也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，而且是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。那么，历史和实践都证明了，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、命脉所在，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、命运所系。第二一点，党领导一切。就意味着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、系统的、整体的。这里呢，就既包括改革发展稳定、内政国防外交、治党治国治军、党和国家的工作的各个方面，也包括党政军民学、东西南北中各个部门和各个领域，都要坚持党的领导。这就是我们说的要全面坚持党的领导。第三，全面加强党的领导。我们既注重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，也致力于形成通力合作、团结和谐的新型政党关系。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。应该说，这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伟大创造，也是从中国的土壤生长出来的。新型的政党制度。那么，在这一制度下面，我们形成了共产党领导、多党派合作、共产党执政、多党派参政的政治格局，实现了执政与参政、领导与合作、协商与监督的有机统一。第四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，基础是坚持民主集中制。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根本的领导制度。这一制度把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，既保证党员和党组织意愿能够充分表达，积极性呢能够充分发挥，又能够确保全党的智慧力量能够凝聚和行动的一致。第五呢，就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。要做到党的领导、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，坚持在党的领导下，我们厉行依法治国、厉行法治，同时呢，要求党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，所有党政机关和各种社会组织以及每一个公民，都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和法律，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。必须做遵法、学法、守法、用法的模范。第六一点，全面加强党的领导，不是说要大包大揽，事无巨细都抓在手上，而是强调党总揽全局，协调各方。我们通过健全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，提高党科学执政、民主执政。依法执政的水平，以制度化、规范化的方式，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的各方面、各领域和各个环节，形成党政军民学，既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，又相互配合、各展所长的这样一个局面。我觉得从上述这几点啊，可以说明这与所谓的一党专政。完全不是一回事。